呀，呢个就影响咗精英大师系相当之快，独步青云亦系唔慢嘅。中间上咗嚟见到仲有嘅就系劲闯啊，外边仲有星云爵士，然之后跟住就系风云小子啊，风云小子再后啲跟住就系芙蓉镇，芙蓉镇再后少少跟住就开心精彩拍住中间就大宇宙入边就吸引力，两个零马位之后跟住就系好利多，然之后跟住系牛精复星。尾二位置多利收喺晒尾就系祝福，距离头马约莫系八个马位左右噶。约莫仲有千一米到中线前方头咧，精英大师放咗出头啊，拍住第一位半马嗰只就系星云爵士。走到第三位系见到风云小子啊，然之后跟住就系劲闯。就你今日及日上咗嚟见到就系大宇宙啊，大宇宙之后入边内栏位置仲有吸引力，外边就独步青云。一个马位之后跟住就系芙蓉镇，然之后跟住就系开心精彩嘅。再过零马位之后跟住就系好利多。好利多之后就系牛精复星，尾二位置多利收喺晒尾，仲系祝福。距离头马有妈系九个马位嘅。好啦，转咗半啦，银禧湾前放头，精英大师放出头一个马位之先，领先上嚟逼佢就系大宇宙，拍咗一齐，仲有就系星云爵士嘅。然之后跟住先见到骑下嘅咧就有风云小子啊，再后啲跟住就系劲闯，劲闯再之后跟住就系芙蓉镇啊，然之后跟住就开心精咗拍咗一齐，仲有独步青云喺后边，仲有多利收牛的福星啊，吸引力嗰啲仲系揾紧位噶，约莫仲有呢个三百米左右，前面第一只突咗嚟，精英大师仲系揿住啫，牛精福星开始上嚟追，外面上嚟见到就系好利多，外面再中间见到仲有风云小子嘅，前面精英大师就依然领先，牛精福星三排粒嘅上嚟追佢，外面上嚟仲有就好利多嘅，精英大师依然领先，牛精福星啊上嚟追佢，大个之后中间仲有好利多嘅，牛精福星嘅斗精英大师，牛精福星跑第一跑第二名，精英大师跑第三名就好利多嘅，牛精福星转弯入直路喺内栏悭位，最后几步如狼似虎咁冲上终点嗰步影相，应该影赢咗精英大师啦。精英大师喺呢个阶段仲有约莫一个马位嘅距离，但系牛精福星已经系追到佢啦。外边上嚟就系呢只好利多，好利多威胁佢哋唔到噶啦，一对高东嚟嘅马，叮当马头。牛精福星跑第一，精英大师跑第二，跑第三名就系呢个好利多噶。唔支持精英大师，不过我都觉得呢场马应该牛精福星赢嘅。计个途程性能咁啊，牛精福星的确系有根据好多，不过精英大师都跑得好出色噶啦。我都系首次增程啊，两只马翻嚟真系好近距离啊。呢对马都可以去日本跑，我都接受邀请噶。系啊，一对马都接受咗邀请，系会过安田噶，可以。